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。胡萝卜这样种，出苗快，长势旺。大家好，我是红尘胖哥啊。今天是二伏啊，进入二伏的第一天。然后今天开始种植胡萝卜，种植胡萝卜的最佳时间和方法啊。哎，咱们一会儿让我父全程啊给大家分享一下啊，怎么种胡萝卜啊。然后走，直接上干活啊。这今年我们在这找种土豆的地啊，然后今天种胡萝卜，我父亲给翻了地了啊。你看现在你看种这个胡萝卜呀，是最佳也时间啊，就是二伏是吧？七月二十二号。因为你看有的提前种，这是靠天吃饭，那都是说趁雨的，你看一下。但是你这现在不是头伏萝卜二伏菜都是？它是头伏的，你看。头伏萝卜二伏菜，这个只说是说。如果他要靠天吃饭，他要不加雨到的，能下来。他还是靠天吃饭，都提前啥了。现在你看，我这现在开始几个种啊，得把这个地卖了。卖了以后，乱撒也可以。倒沟也可以。两种方法是吧？两种方法。看见没？这锤子啊，不是帽子。什么叫帽子嘞？帽子它这个都是说。帽子都是毛毛的。戴毛毛的，连毛毛的。这锤子了啊！如果你要怕啥的不好了，是吧？和点土，和点啥子啊？和点啥子是吧？和点啥，它不是啥都匀了啊？那就再和来呗。我不用和它，那技术好是吧？这样开始撒啊！这个先把地挪一下啊！先挪了，撒它。说撒了以后拆了它，长点鱼头节，把这用。你听啊！长出一株点为了它什么？它成天一晒都干，如果它下雨的，都不用长了。淋不啊？它不是一下雨都是苔，都把根冲好了。长点雨点，它啪嗒到一株点，然后它土还是松的啊，腿快啊，腿苗快。对，那把说有道理。咱们看，咱们一步来啊，给大家实操。你这辫子啊，先弄一下啊，先拿弄一下，弄一下，然后。就是这个我父亲这个技术好啊，大家有人说怕撒不均匀了，弄点啥的或者土，只是乱撒。撒好了，然后你这接待弄一下啊，就是就相当于卖籽呗，是吧？把籽卖一下。因为你为什么说这个长艺术家，因为他这个表你看他都弄了，他都来这个土里啊，对，因为一成天他一干没水分，它不好出来。要下雨，你说这几个，你看这天下雨啊，下雨用。下雨，它也得大玉米几根是吧？长一株节啊，它下雨了，你要说不长一株节，都排死死的了。啊，对。长一株节了，它再把那籽老冲跑了。要下雨大了，冲跑。不会冲，它在这来着。那个雨下到那个一株节，它再靠下去。对，是不是？是吧？啊，等会儿弄一下啊，再弄一下。这种花都耐着它了啊！大家看一下啊，闹起了，闹起，然后扎籽儿，闹它，闹等于就耐着籽了啊，是吧？然后都拆它啊。为什么要拆？就是怕这个籽啦，来回撞那又潮又湿啊，要拆着它。现在因为下雨啊，那个地比较湿。不用浇了是吧？假如说这个有的地方不下雨啊，盖一定得浇，踩了以后得浇一遍是吧？就是这样啊，踩它，方法很简单啊，对吧？老农民种这个都是方法很简单，你踩叶啊，踩是这玩意就可以了。这个地一定要疏松啊，大家注意一定要翻深翻。这样这个胡萝卜啊才能长得大，长根儿什么，这样就可以了，行了，爸爸。干地皮，一般都是有一个礼拜，每天都回来。是啊，不叫他干地皮，将近如果他要停电了，将近靠艺术节
少筛啊，少筛。哎，他这个保持他的身份啊，他再不干，他出的快啊，出苗快，出苗脆。哎，大家看啊，然后撒上玉米一个个啊，因为今天预报石家庄有雨，嗯，下雨。哎，第一个你都说不下雨也要打住点啊，听雨水我们上叫一声啊，要加天海老还得叫叫嘞啊，这就这样啊，它雨水下它不会直接到底，它直接到玉米秸秆上，然后水顺了啊，好了啊，种起了。嗯，方法很简单啊，种植最佳时间啊，大家一定知道这种伏啊，就是说过了7月22号啊得种啊，种胡萝卜吃浆液啊，完全是浆液。哎，第二个啊，就是说种胡萝卜的时候啊，一定要以两种方法啊，一种是倒钩啊，用钩布的方法啊，一个都是乱撒啊。我们今天因为马上要下雨啊，为了节省时间啊，乱撒。撒的时候可以啊，为了撒均匀啊，大家可以和点沙子啊，用籽会沙子掰的，这样撒比较均匀啊。但是我父亲的这个。经常撒籽啊，有一定加一啊，直接撒啊，它撒的比较均匀啊，到时候咱看效果。这就是胡萝卜种植的全过程。哎，给大家分享啊，这是农村土办法。哎，到时候的胡萝卜主要是口感啊，长得个又大，口感又好，长得甜乎乎的。嗯，老人们都爱吃。大家对胡萝卜种植还有什么更好的小妙招啊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分享到这里，喜欢我的请点击关注、评论并转发啊，谢谢大家。